大哥，你来就行，我下给你展示一下吧，下下你一下啊！哎呦，来吧，来，哎呦，你还给大哥上一课，哇，哦，哎呦，哦，空中舞蹈，单杠空中 popping， 哇，太恐怖了！ 这何止 popping 啊，这是一个巅峰啊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！行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勉哥，猛勉记得大哥那个精髓啊，最后那 popping 得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代表了母哈。可以可以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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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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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叔，您多大？今年？今年55岁，现在。55。嗯。练这个呢？练这个现在得16年了。啊，16年。16年了。为什么练这个哈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完国家提倡全民健身。对。所以说我家在公园附近。完我就这玩意儿玩挺好。挺好。完一玩就玩上瘾。自己对自己有一种成就感。有成就感，对。而且每去都是包跨越每个高峰。好，这是怎么一个组合啊？是包子和包子、鸡蛋、豆浆呗？那就是一个那个加一袋包子，就是一个人。对，好吧，好，谢谢。早餐来了，来啊！大家分一下，一会儿分一下。来，早餐你来来来，祝你们快乐每天。你们也是啊，身体健康呗，身体健康。拜拜，保重啊，保重保重。有了吗？好嘞，到了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早点玩啊，顺利啊。好，早点玩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快点儿，跑步。买单啊我。快一点，墨迹。以为你让人打折，打啥人一份份做出来的呀？这帮说风凉话不付钱先吃先走的。好，大家这个对这个鞍山的早锻炼服不服啊？服，服透了，再也不会来了。服了。但其实鞍山最热门的群众运动其实乒乓球，对吧？对，乒乓球，这个鞍山叫乒乓球之都嘛，对吧？就知道我们来，尤其是知道超哥要来，他提前泄露了情报。因为我前两天电影来这路演嘛，所以呢，鞍山这边有群众团体要跟你们挑战。哦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好，大哥好，大哥，战书啊，挑战书。
我们呢是公园乒乓球的主要代表啊。那么在这里向你们发出挑战，我们不应战。我们不接受。八点钟，我们不值得你们挑战。可以的，为你们准备的。好，向你们发出挑战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毛笔这么好啊！五哈旅行团全体成员啥？旅行团？对呀、啊，没感受到吗？咱们开出这么久，没有感觉咱们的旅行吗？欢迎你们来到鞍山，鞍山是一座乒乓球之城，男女老少，全民皆乒，因此不打一场乒乓球是比较可惜的。现在我们在鞍山各大公园的大爷们在此向你们宣战。大爷们啊，绝对高手。明天上午八点，鞍钢体育馆，不见不散。我们在那里等你们。好。宣战。嗯。宣战，大爷，大爷，宣战，大爷。不见不散。谢谢，很高兴，明天见。